哎呦，胖子他妈的！左边来胖子，左边来胖子。知道。两个胖子都去。我给那个闪光了，我给他上闪光。我看到飞机了。好多，你打一下飞机。清一下，清一下，一个清闪光。掉了一个。清一个。扛一下几秒。他们丢个闪光。不是，胖子在输出我。我等一下，扛一下。再扛了。一半。胖子怎么跑这么快？扛一下，扛一下，动太大了。有车在吗？有，等一下。车在，哦，车在，车在了，车在了。来，举盾，举，超了。别慌，开了，这波有那什么，有胖子了。等一下，往后站。有个子弹，哎呦！我就站这里了。把怪子往这边引吧。过来捡个子弹。我就站机枪这了。来拉个半队掩体，不错。能奶到吗？奶不到我就再往前丢一点。奶得到，轰炸机过去了，看到了。没有，再打后面。奶起来，奶起来，奶起来。盾顶不住的，说一下。顶得住，顶得住，顶得住。左边红皮，听一下。他过不去吧？你们有个人站进去吧？你们有个人站进去。啊，我进去。对，那个红皮清一下。屁股后面有断，过了，大概算一下他那个奶圈在哪。哎，出来！哎，出来一个！我操！出来两个！能奶血，而且还有复活。这些怪他们为什么？那就是仗着自己血后往死里莽的。这个红明的应该可以搞得掉吧？红明的医生啊。金奶箱，金奶箱，我操！慢慢打，打掉了，狗下吧。奶一下，我盾快炸了。奶了，我能起，没事。他在复活，我刚就在那边打那个奶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妈的，我给奶妈一枪秒了，你敢信？我操！都要碎了吗？人家的奶妈多起来，我盾还有一半，伤害又高，奶量又高。奶姐，你往后缩一点，因为不行，要走。他意思，哇，走下吧。我先把红皮先清了，我再清金皮。红皮起死，来，你把盾举起来，我给你奶一口。半了吧？哇哟，一半了。再奶一口。有风吗？哎，被毒眼了，完了！我一百跑，能走，快跑！跑不掉，复活了一个人，赶紧跑！哎，两个复活还行，快跑！跑！快跑！哎，死了，门口死了！快跑！拉起来！那不起来！哎，冲过来了！哎，完了！哇，这过分了吧？这过了呀！跑！龙一白，别打了！打先打，清掉，能清，大有复活了。这么惨的吗？这怪！别进来，就丢个复活风巢。对，你把 T 打起来。OK。好，在门口。哎，我耗都耗死他了。没血了。为什么我枪子弹都打不上了？你别去跑啊！结束。那我先把这个打掉。哎，不过他怎么反弹了我所有的子弹？盾吧。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他出来了，往后撤。一只胖子死了，没事。举盾，我给你奶两口。剩一只胖子。我操！太凶了吧！我给你奶一口，他拖，哎，别挡住我拖脚。刚才都胖子，我差点就打碎他的头甲了。好，来了，来准备，来3、2、1，打。Nice， 金怪啊！我知道。哎，你打下那个紫狗。紫狗一直在不是打。那个替你去打狗，我来看二楼这只金怪。
掉了掉了掉了，我又把你打掉了。金狗卡 bug 了，金狗卡榴弹 bug。来，二楼那只怪掉。金狗呢？金狗在小房。哎，别打假，别打假。我可以给你回啊。对了。假包假包也需要。金狗，别打金狗，先别打金狗。他卡 bug 了，他卡榴弹 bug 了。哎，瘦。哈哈，真牛逼！真牛逼！啊！你他妈打我呀！啊！你他妈打我呀！刀了、啊！你他妈打我呀！哎呦！榴弹打你身上就算不炸也会有伤害。好吧，打死了。这回还怎么守啊？是怎么守？这回应该是触发上银线路吧？哎，等等！哎，等等！能不能从这打出去？我试一下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打，在这打，在这打！你妈的，不出去了，出去个鸡！傻吗？但没掩体啊，这里没掩体啊。有啊，这里啊。啊，你们就躲那烟，哎，拉他！我来拉，我来拉，我来拉。我拉吧，我拉吧。哎，至少飞机是进不来的，不是吗？哎呦！可以，给我一个。你拿去，你说，半生半血，把先把金榴弹打了，金榴弹剩半血，金榴弹，榴弹哥没了，榴弹哥没了就好打了，好打了是吧？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暂时先不用，耗子可以解掉，超了，哎，举盾，耗子这种，十字军盾无敌的。打屁股！打！背掉了！打头！不，怎么跟你们打这么快啊？输出高呀，两步枪呀！哇，这输出是真的高！我以前被这个胖子碰，被 boss 碰一下我就没了。有生之年，我居然能扛了这么多枪，肯定不关我事。哎，来 ，boss 在打我了，我人要没了，来，马可不可以再拿一下？我拉 boss， 我拉 boss。啊！跑 ，boss 过去了，来马你跑，来马跟。我没过去，我在盾旁边。哎，烟屁马，流血。烟屁马上来了，流血必死的。太难了，没有，我被触发蓝甲了，直接。哎，下次还堆点危防吧。妈，没用。好了，我没了。没事，我可以起来，我可以起来。大概还有20秒，给你们重置。一个人我就不重置了，感觉有点浪费。别重置，没事。不要重置，感觉有点浪费。哎，快打完了。太难了。已经很简单了，好吧。以前我出起跳了，兄弟们。哇哦，可以。恭喜，我什么都没出，垃圾。仅用 M4 没用，什么垃圾东西？我屌你妈！什么？无形电工手啊！电工手给我，哎，电工手给我，我三十级的，给你吧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你还带着30级的，我操！够用呀，我只要一个效果呀。你拿去吧。好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我操，电工手，你妈的！你玩个传奇本子给这个，打个传奇本他就给了我个电工手，我才1600。他都负的伤害高到负啊，